那比如我很想知道几件事，比如说台北是哪个地方失窃的这个失窃率最高？哦，哎，哪一还有哪一区，哪一条路，或者是哪一个时间点最容易遭窃？哎，我想知道这些讯息。OK，因为如果知道这些讯息的话，当然我将来买房子我就不要买那个容易被偷的地方嘛，对啊。然后啊，哪个时间点？如果那个时间点，那可能就要加强哦，去做一些防护。OK，那怎么？第一个当然你可以的，从这个找一下，也许你从什么这个大平台吧，然后搜寻一下，搜寻什么？搜寻那个住，有刚刚这个叫住宅窃盗点位资讯，这个应该是不是警察局那个什么？警察局提供还哪个？不知道哪个局啊？然后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有预览。一样嘛，预览的话一样会有一个连接。那这个连接基本上哦，我们一样可以怎么样，把它先确定一下，说它编码方式是哪一种，下载下来之后嘛，把它打开来，按右键。那你可以怎样？编辑一下，那另存新档。我刚刚讲了，另存新档之后就会有一个结果啊，ANSI 有没有？所以也是950，然后再来确认说它有几个栏位，一二三四五个栏位，对不对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先下载到我们的 Excel 里面了。所以哦，基本上我这边已经下载，所以下载下来了。OK，那下载下来，我怎么知道哪一个地方呢？失窃率最高？不过它这个地方哈，区的部分有没有是在地址里面？所以你如果要做枢纽分析之前，你需要怎么样把这一个地址里面的区抓出来？有没有？抓出来之后，你可以用什么？枢纽分析表，我这边用枢纽分析表跟枢纽分析图啊，我后面这个我就是请各位回去可以试玩看看，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你要先有一个栏位，就是哪一区，那有一区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是真的从这边资料抓过来做枢纽分析。我看一下，应该啊，对，这个了哈，这个是原始资料，这个是我为了要做枢纽分析，那我要需要知道。哪一个区嘛？可是哪一个区的资料在哪里？在这个资料里面，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抓过来到这里。OK，这个动作当然第一个最笨的方法是土法炼钢，最聪明的办法哈，什么？用公式吗？用 VBA 也可以吧？OK 哈，不过这些方法看自己想一下啊，我这边是用很简单的方法，直接用个公式就好了。密的，哎，因为什么密？因为刚好它刚好在第四个字，刚好三个字，所以抓过来哦，不用把事情想复杂。所以这个是像这种东西啊，不要没事哦，就一定要写程式才能解决这种事情。简单的事简单啊，这个怎么来的？这个就比较复杂。哪一条路上？所以一定在区的下一个字，到路的前面一个字。好，OK，所以基本上我是用什么？用之前有讲过的 find 什么呢？我是规则是先 find 区的下一个字，所以区加一有没有？然后到那个什么呢？路减掉区这个区间的资料，我把它搬过来。啊，当然如果有错误讯息的话，用 if else 把它过滤掉。所以打勾之后，哎，就哪个区？啊，最后利用这两个栏位，因为有这两个栏位嘛，所以我就可以做出枢纽分析表。有没有哪一区的失窃率？最后我把它排序一下，啊，没有，最后就排序嘛，排序 Z 到 A 就好了。所以看得出来哦，治安最差的就是中山区，OK，其次就是士林，哎，这两区好像都比较偏北哈，而且士林我记，哎呀，北投也是哎，士林跟北投好像以前是属于那个台北县，后来才划分到那个台北市的。而且比较偏北，所以哦，其实好像那个偏北好像还有内湖是本来以前房价没那么高啊，这个是旧社区，所以好像反而是新社区哈，是治安是相对好的，还有文山大安区、中正区这些都好，不过相对它房价也比较高一点哦。OK，至于会差多少，好像也差一点啊。至于哪一条路是治安最差的，应该可以猜得到，那边就是。会有很多那个嘛，深色，对呀，哦，OK，所以你可以猜，应该也猜出来吧，哈，林森北，哦，那排列，
忠孝，南京东，南京东，南京西，刚好中山北路左右嘛，所以也是在那附近嘛。那民权，民权也就是在南京再过两条路嘛，对不对啊？民权，民生有没有那一带嘛？哦，中山北，哎，有没有？所以其实这就是以前的那个风化区的那个地方嘛，所以哎，显见，哎、啊，新生北也是在那附近啊。那、啊、内湖可能比较偏一点点 ，OK 啊，大概是这样的哦。啊，什么时间容易遭窃最多 ？OK， 看得出来，早上的10点到12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上班了。哦，啊，还有呢，10点到12点，因为大家都睡着了。OK， 不是哦，哈、哦，这大概统计的资料。还有什么时间我们可以用那个可能是磁条复合的磁条图可以显示各种有没有各种情况、哦、OK， 所以这个其实都没有用很复杂的方法、啊、主要一